我心目中如珠如寶嘅，我心目中嘅如珠如寶咧，如珠如寶。我心目中嘅如珠如寶係，我覺得如珠就係我媽媽，如寶就係我爸爸。對我嚟講係我最可愛嘅爸爸媽媽。五十幾年如一日，冇得傾，就係我老婆。其實家裏邊嘅老人家就係好似如珠如寶咁。對我嚟講，如珠如寶嘅梗係音樂同電影啦。每一個人對人嘅一個小小嘅 kindness， 屋企嘅人可以成日都喺一齊啊，真係如珠如寶嘅。對於我嚟講，一定係家人咯。最重要、最重要就係你啲家人。譬如我個女就如珠，我個仔就如寶，我老婆就係如珠如寶，係啦。世上若能關心，漫天風雪下。一家人就是如珠如寶的感覺了，所以我們這部戲就是一家人的感覺。其實講一個愛的一個大愛，大家三唔識七都有一種緣分在這裡，多點去愛你的家人、啊、愛你的朋友、啊、這一些才是真正的如珠如寶。一家人好好地坐在一起，聚在一起，是不是必然的。